是我，但也别忘了我的 partner 敖东。是不是我们张大师的简单太猛，大家看了在旁边一定会偷偷颤抖。其实大家真的不用鼓起一人想太多，因为高手一出手，变心有没有？ Yeah， 希望你们右手跟你们尖叫。我再换手 ，1 2 3 4，够滴滴够怕，够滴滴够怕，大家不要够怕，大家不要够怕，我的麦上。我的真心特别的可爱，就在那里待着，举起右手，快点跟着我的 tempo， 跳和右，跳和右，看大笨不像，这是我的 tempo， 三下四步这样娃娃，去哪里棒棒糖？娃娃哭了叫妈妈，妈妈说她长才华，调皮，不然太怕她也不愿意让，就会定时上不要给她的受罪惩罚。但是如果你觉得痛痛的话，记得不妨找我帮你小搓一下。资格评断了，可能要请那个荣家，因为荣家可能对这歌比较亲切，很亲切。怎么样，这首你觉得好不好？荣家讲一下你对这首歌现在目前的表演觉得怎么样？好扯淡！我觉得可以合作一下。是不是？你说谁？你跟就他们可以合作一下。就把评审的名字啊，然后一些状况，还用对音乐，音乐真的音乐好听，是不是？谁写的嘛？是不是？音乐好听。下一组欢迎小马、阿本还有 Elmo。阿本、小马，大家好，我是 Elmo。棒棒糖精神 Go。Yeah，come on。Yeah，yeah。今天来了三角裤，让我 rap 很白目，看到你们我想哭，我这 rap 真的很烂，咬文嚼字不在乎，手势律动也要打住，口调唱腔超八股，阿本精神是来跑跑那组，上台唱歌冲唱，搞笑是不上，镜头在哪往哪藏，肌如力为哪里像，篮球队长有点娘，小马精神甚至镜头还说小马精神算是我的 title。我管你们地球什么节奏什么 RAP 要什么运，我爸什么屁，我是 Elmo。 我管你们节目什么棒棒糖什么开堂会堂立得来开堂 Yeah Yo Come on， 这首歌讲棒棒糖精神 Elmo 偏不讲，我要来聊我最近有在健身啊哈、Yeah Yeah Come on。觉得荣嘉，你觉得好不好听？我发现 Elmo 就是他，好像没听过他 rap 的感觉。我刚也是第一次听到，哎，蛮有张力的，没有他个人的特色，也蛮戏剧化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怎么样，小崔老师？这个很棒，因为我觉得很有戏剧化的表演其实是好的，就是在舞台上面张力要强，对啊，就包含你在唱 rap 的时候一些手势或是动作，他们的手势哦。
刚举重那一段有抓到观众的眼睛了哈，有戏剧在里面，有加分，有吗哈？不是只是有点鼠来宝而已，三个默契还不错，哟，不错呢，来退下去，重点现在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最厉害的评分时间，哇塞！越南华南今天是中国新街头表演的 rap 大赛哟，重要性太神仙了哟哟，就是台表现印象深刻哟哟，可以获得评审两个酷的起来。老师看了老半天，有一些心得了，对不对？真的。重点接荣家，我先来问问你，觉得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是哪一组呢？我觉得，这都还 OK 啦，都还 OK。今天就是不要说话比较好。今天怪怪的，怕被糗，不要这样嘛。我们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求求你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喜欢毛弟那一组。哦，喜欢毛弟这一组，为什么？就我喜欢走幼稚园的路线，那一组的确讨喜了，是不是？但我们老师们今天好不好？我们三角裤有自己的心目中属意的人选，有来公布一下是哪一组？我们本来是说一组嘛，对，一组，可是我们后来选出来是三组，我们刚刚三个人争论不断，对，争论不断，大家都不错，大家都觉得对啊，我们本来想心目中更多组的，可是最后那我们就带三张 CD 嘛，那我们就选三个并列第一，并列第一名。组三张 CD， 好大方，给三角裤拍手。马上来公布第一名，第一组的。好，谁先？我选的是王子这一组。恭喜，来到前头来 ，CD 把拍手。为什么选这一组？可爱是不是？对，可爱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幽默。有态度出来，有拿你们的那个。主题来这个封面来创意啊，创意耶！怎么样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想的时候是把每首歌名要套入歌词，有点开始有点逻辑，有点怪怪的，后来一直拼凑，就拼凑完成一首歌。所以有用心，有用心，其实这样想很久哎，要想很久，而且还要好笑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歌名不三不四的，不是很好用。也不会啦。好了，来第二组给我们公布。第二组，是狗腿组的班长。敖犬，小杰子，恭喜！鼓要一直撞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要唱大哥的歌才会中。对，因为今天很想念大哥，大哥没有来，所以放大哥的歌出来就先加分。大哥先加分。第二就是把我们三个名字放进去，够狗腿，跟我个性一样，再加分。所以第一名是哦，原来有两个优点，所以可以当第一名。怎么样？你们这个舞也排很久啊，对不对 ？rap 也很练了很久。有，昨天写的，那算有创意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恭喜两位，再来最后的第一名，给我们公布一下。是我们的宅男鼠的鱼露。来，初恋是这一组表演，唐朋友觉得，的确蛮有创意，对不对？阿宅，两个阿宅解散了。怎么样？你们两个现在默契越来越好，是不是？应该说我们所有大家默契都越来越好，因为相处久了，那默契就一直出来。所以对 rap 现在难不倒你了吗？好，小鹿，慢慢磨练。好啦，恭喜这三组得到我们今天的三角裤。下次再来给我们当评审，好好给我们推荐更多歌曲。今天播放棒棒糖就要在这里很 rap 的退场。谢老家，谢三角裤。